雷印，九印雷皇珠，雪落。这家伙竟然能与雪无尘斗成这样，这小子什么时候这么强了？不错，对于武学的领悟的确令人惊叹，不过还不成气候，所以榜首的位置你依然坐不上。精神力，若是再让你修炼一段时间，或许我只能认输了。不过今日，你还不是我的对手。给我斩！天皇剑！在哪里啊？好诡异的天皇剑，还给你。这是玄冰镜。这玄冰镜威力强悍，借助此物，雪无尘曾经击败一名通脉境强者。玄冰神通。
我斩！雪无尘竟然败了，我输了。天导师，青儿的眼光如何？那个小混蛋竟然真的战胜了雪无尘，获得了地院的录取名额。承让了，技不如人而已。楚兄的天赋真是让我汗颜。三长老，可以重新决断了吗？现在他是不是应该滚了？逐出学院。三长老还真是执法如山呐！现在你可满意了？三长老执法公正，走，晚辈怎敢不满？快点！玄宝阁是玄院重地，除非是为玄院立下大功，或者登上玄榜榜首，方才有资格进入。这里最低的功法武学，竟然都是地院七星的，真不愧是玄院储藏宝物之处。你用精神力，感受一下这些水晶球。风雷手，地元六星秘技，以精神力勾动天地间的一丝风雷之力，化为手印，威力堪比地元七星武学。狮吟吼，地元七星秘技，以精神力化狮吼之音，震慑敌人心魂。炼至巅峰，可令同阶敌人失神片刻。白锁蛛网，地元七星秘技。四象化灵阵，地元九星秘技，以精神力构建四象灵阵，炼至巅峰，四象齐聚。威力直逼纯阳武学。好，就是你了。你确定要选他吗？嗯。好吧。誓言诀，好玄奥的功法，怪不得秦家倾家荡产也要拿下。
接下来该修炼四象化灵阵了。楚啸天那个老东西没骗我，血狼果然藏在这里。去司灵院放出消息，让楚狂生那小子回来，我们一网打尽。是。现。据说四象化灵阵修炼至巅峰，凝聚出的四象足有九丈九尺高，而我现在仅有一丈大小，还需再修炼才行啊。